小美停一下。谢新美，爸爸跟妈妈，我们爸爸妈妈决定要离婚了。爸爸妈妈决定要离婚了。小美已经13岁了，应该听得懂吧？小美13岁，听得懂。爸爸妈妈讨论了很久，做了这个决定，这样对大家都好。这样对大家都好。这是爸爸妈妈之间的问题，跟小美无关。绝对不要认为自己有错，只是爸爸妈妈没有办法在一起生活了。我们也不想一直吵架，这样对小美也不公平。对小美不公平。离婚以后，妈会搬出去。爸妈都觉得你已经上中学了，应该让你自己选择要跟谁住。当然，也不用现在下决定。妈也不会马上搬出去，还有很多事的细节之后可以慢慢处理。只是我们都觉得应该让你先知道。小美，不急。小美可以慢慢想。虽然一切都会过去，但是在放手之前，想要抓多紧就抓多紧。对不起，爸爸没有跟你说你是机器人。妈妈没走之前，你就已经有病了。在妈妈走之后，你很快就去了别的地方，真的很快。反正我是个机器人，你回到未来之后再造一个我不就行了吗？不要，我不要。你少啰嗦，听我的。
这破灯掉下来嘛，什么鬼啊？你别再说话，不然我真的把你丢出去，听到没？吃摇头丸了你。발 좀 일어나라 좀! 또 놀아달라네. 야 이놈아, 네가 사람으로 치면 환갑이다 환갑. 가만 가만 민민 가만. 정말. 明明今早也碰过阿妮啊，他只是在生我的气。你个，얘다리가잘려야정신차리지，응？누가다리가잘리는건데요？누가요？닝닝이아우다나가！이간단한걸하는데집중이안돼요집중이뭐거짓말쟁이너고릴라랑말도통한다는애가걔가아프다고워워댈때무슨말인지몰랐어너솔직히말해봐이나쁜기집애야너거짓말한거지어내가볼땐네가제일몰라맨날워워워워는무슨민민이가다알아我外道，我养他的，我是他主人，我怎么会听不懂？他说的每句话我都知道，我都知道。我阿저씨，왜또？나요，링링이나한테말할때요，아저씨말처럼뭐라고그러는지하나도몰라요。내가린린이한테뭐뭐하는것도요어릴때부터사람들이좋아해서
그냥 한 거였어요. 나 진짜 고릴란 말 하나도 몰라. 아저씨 말이 다 맞아요. 아저씨가 다 맞춘 거예요.